色联合巡逻，我们主要任务是担负路上警戒巡逻和快速兵力投送。由于香港道路情况复杂，我们要随时注意控制车速，保持车队队形，确保准时安全到达任务地。此次行动在以往的联合巡逻任务中增加了陆空巡逻的空中警戒任务，与以往任务相比，道路交通的情况更为复杂，我们要随时注意车队的行进情况，还要及时报告路面的交通状况。